就是因为场地临时一些不可抗的原因，就是要临时从头开始找一些场地，就是从头开始。距离录音还有5天，加油吧！准备出发。今天要去看一下博物馆，还有几个图书馆，看哪个结构比较适合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盲盒地。Cool。 一层一共几层？两层。两层的话，这期9个艺人嘛，好的话，能稍微小一点。不能过。不能过，这都是死路。不能死路。它不一定是一个最优选择，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可以作为一个备选吧。基本上撕名牌首先是一个开场和 ending 的地方，能代表这个场馆，或者是能展示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场地吧。撕名牌大战马上开始。同时整个的广播系统都是要保证一个正常运作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同时呢它要有比较好的几个通路，就形成一个回环，一人在跑动这个位置就是走音乐室的部分。out 之后，然后他可以去到一个单独的区域里面去进行待着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最迟要在什么时候？今天。进去看看吧。啊。这个开场空间太小。这就是不通的通路，难受这样的，因为你在森林他追逐的过程中，跑着到了一个土著，但是它民族特色的东西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因为在每个森林他开始之前啊，野人都会在某一个地方出生嘛，作为起始点，然后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，会把这个场地给它的特色与风格给凸显出来。好香，在做活动在吃饭，特别香。你饿了？这是你时间最紧的一次吗？哎，我们最迟要在什么时候？今天。时间比较紧张吗？像一座雕塑。结构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拍摄条件，但是你像外部停车场这些，因为我们人多，我们有各个工位的车辆，以及这些包括吃饭这些都其实是个问题，而且他们食堂是在我们拍摄环境内。嗯，再考虑一下。这是我们来到的第四个盲盒点位。学校的工作人员非常负责，为导演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布局环境。3、4、5、6班在这儿，18、90、11班在这儿，12、13、14、15班，这是一年级的。是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成贡校区，然后这个学校呢它结构会比较清晰一些，因为它的教学楼都是方方正正的。哦，我们看一下结构。这个场地看下来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场地它比较规整，结构比较清晰，就是彼此都能看到这个。此时我们已经看完了所有场地，为了能更好的衡量场地的拍摄价值和可行性，小斋发动了他的技能摇人。里面是符合拍摄的，但是在外围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首先是停车的问题，这边这个场地现在看下来，制片看过之后觉得 OK 吗？
这边看过之后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因为它这个通路是四通八达的嘛，路也比较窄，所以他们现在去那边我要看一下，评估一下。好事多磨没关系，结果是好的，只不过过程都比较痛苦，我只能用这种好心态安慰。加油吧，加油，希望会找到比较合适的。没关系，就是都能解决，一件一件一件来吧。不过今天这个情况比较特殊，但是好在我们是团队啊，就我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，大家都在一起。他对着镜头都，现在开始，这都是正常的。然后偶包，对，最后偶包。昨天说要拍那个准备筹备什么进度，我说要出图了，他说好要拍出图，结果晚上就不行了，结果说为了拍这个撕名牌筹备，从头给你开始筹备。约晚上11点，第三波救兵到达。就这样，在诡异的绿光中，导演们开会定下了最终场地：盲盒四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成贡校区。等一下晚上我们要测个游戏，然后再讨论一下这个方案的话，能熬个小夜。场地确定，导演组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游戏测试。好了，我们的分组。首先，导演们分成 A、B、C 三个队伍，通过石头剪刀布代替道具抢夺游戏。最终 A 组获得一张封锁券 ，B 组获得3张封锁券 ，C 组获得6张封锁券。你们这组有一张封锁券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有3张，这边有6张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就连能量，他先去发了。冰泽哪里啊？你不是你要过哪个组？你是地东那组的。啊，记得啊。马龙上分哦。2张是刚刚的计谋吗？2张马海龙，1张黄青野是吧？对。这联盟链，那先去司马龙上分。对呀。这样方便，这样方便，不是。我天哪！我看身上全是刺，我看身上是硬的。老了，那个有一组那个小丁，老丁。这些丁都学傻了，上一次测试完成了衣服已经撕破了。其他队友我们保险一点，反正怎么都把丁玉东贴满。那个丁玉东两个，丁玉东、冯清野和大哥张大力，我觉得贴大哥你不如贴张大力。大力很弱的，大力真的太差了。哦，这有大哥。大哥你姓石，大哥你姓石，大哥你姓石。现在换不了，没事，我们先去把那个券。哦，先把下的灯。旧唐书在周本就在哪？不是，我们去找到那个灯箱，然后就可以发信息了。确实是。哎呦！这还有一张。我们没找到啊，任何一张我们都没找到。我们没有可以换的东西。一般都会藏在打印机里，他们没有藏。不要走太远，我们。所以这个行动呢，必须3个人一起吗？也是可以分开，但是我们觉得安全。怎么了？
你们等会儿会被马海龙搞掉。我操！哎，我们现在下去。看到了。我只看到放倒站立，你是怎么死的？张大力先是红旗手，红旗手。不是，你们俩就是牵制他们，然后尽量把重庆往后。这样，丁玉涛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干什么呀？是吧？阳光一分钟，十公分钟。你过来。小心点。游戏测试结束， A 组凭借丁玉东的超强战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经过一晚上的测试，导演们修复了游戏中存在的漏洞。根据前一晚的调整，导演组连夜为艺人挑选了新的出生点。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，就是基本上本着一个原则，就是让他们先不要太早的遇到开始这个战斗，他们会有一个寻找线索的这个过程。我们给凯子安排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喵喵乐园。沙溢安排的是京剧，感觉很符合沙哥的气质。录制即将开始，导演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准备工作，整理道具信封，进击录前会议。最费头发的还是藏线索的导演。MC 们不要看我们这条视频，这样的话他们就知道了我们放线索的套路。不知道是艺人又火眼金睛，还是导演藏东西手段高明。终于艺人们进场了，对导演来说，只要能为观众呈现一出精彩的撕名牌大战。